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花瓣状的葛菌叫棕色葛菌，但是只要你搜索网络，你会发现欧美人士多将它标为连座葛菌。老实说，从形态来看，它确实比较像连座，再说它也不是棕色。可是我后来发现它更像中国云南的特有种干巴菌，不但外形像，闻起来像，吃起来也像。干巴菌的味道对我们来说也许稍显奇怪，因为我们不熟悉那种味道，而且它的质地有点柴，有点像树皮，可是它深受云南人的喜爱，是中国最昂贵的食用菌之一。由于我不确定我所发现的这种花朵状的葛菌的种名，我索性将它称为台版干巴菌。